在 Wave 下的 L3 Ultra Max Mixer 也是一个音量最大化效果器，它是 L2 Ultra Max Mixer 的升级版，也是 L3 Multi Max Mixer 的简化版。 Threshold 位置可以设置阈值，阈值应该设定在数音量以下，否则线幅器不工作。 Oscillating 位置可以设置输出音量的定位值，推荐参数为-0.1分贝到-0.3分贝。在播放的时候，阈值和定位值下方都会有电瓶显示，阈值下方显示的是数音量，两个电瓶分别代表左声道和右声道，而定位值下方显示的是输出音量，两个电瓶也是代表左声道和右声道的。同时在下方也显示着当前音量的实值，单位是分贝。当声音被线幅处理时， at 位置就会显示限制的音量。 profile 位置可以选择一个多段处理引擎的内部设置，在这里有九个参数可以选择，每一个参数都包括了各个频段控制。 basic profile 是基础的内部处理引擎， extreme analog 是极端硬件的内部处理引擎，Summing Separate 是分段处理的内部引擎， Wideband ARC 是多段自动的内部引擎， Wideband Manual 是多段手动的内部引擎， Cozy and Warm 是柔和加温暖的内部引擎， Load and Proud 是大幅度的内部引擎， Lean and Mean 是弯曲加平均的内部引擎，Low level loudness 是低音量到高音量的内部引擎。您可以一边试听一边设置一个自己喜欢的阈值。下方的 IDR 组件可以设置音频的抖动处理情况。在量化的位置，您可以选择输出的取样深度，也就是输出的比特率。如果您需要刻录 CD， 那就在此选择16比特。低的位置可以设置抖动处理的高频脉冲类型， Type 1将不产生非线性的失真， Type 2将提供较低的高频脉冲电频， None 表示不处理。 Shaping 位置可以设置抖动处理时所插入的噪音类型， Norm 为正常， Ultra 是极端噪音， None 是不处理， Moderate 是中等。Release 位置可以设置线幅器的释放缓冲时间，单位是毫秒，数值越低，线幅器的效果就越生硬。本效果器的介绍就到这里，请您继续观看其他效果器的使用教程。